你好，朋友。勇敢向前。我觉得这个计划值得考虑，但是去另一个德拉诺的门不是已经关了吗？我拿到卡尔洛斯当年去德拉诺所用的神器，虽然只有一小部分，不过应该有办法再次打开通道，但我需要帮助才能办到。我们的夜翼盟友特别擅长传送技术，我建议你去了解一下他们的知识，对你的旅程会很有帮助。那我们就出发了，大酋长，走吧。你发现什么了吗？尊敬魔法，否则他就会摧毁你。让末日开始吧。内心燃烧吧，享受魔能洗礼。的化身，不能这样结束。为了正统的，我的手已经痒了。我的刀刃会要了你的命。烈焰会将你吞噬。
卡尔洛斯，我让你失望杀你在第一次兽人战争就该征服这个世界，但是他们被毁了正统的部落。见证正统部落的实力吧！为了正统的部落。你发现什么了吗？随时做好准备。
Romka， 再见。说吧，Zog Zog， 为了部落。我会听你说的话，但主要还是看你的行为。战争是我们的一切。鲜血与雷鸣，保重。
有目标。Thrumka，心怀荣耀而战，虽死犹荣。Zog Zog。
我们是来打胜仗的。愿你的敌人横尸遍野。和胜利，真正的工作才刚要开始。大酋长，我们成功完成任务了，加亚拉霸主答应派兵帮助部落。伊崔格已经跟我提过马格哈有多强大，我希望荣耀对你们而言就像对伊崔格一样有意义。荣耀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切，大酋长，我们会死守这个承诺。伊崔格跟你的勇士证明了自身勇敢高贵的品格，如果这就是部落精神，我们很荣幸能跟部落一起战斗。霸王，我接受你的投诚，欢迎你们踏入奥格玛的大门。德拉诺毁灭了，但是我们会在艾泽拉斯打造新的家园，现在你的敌人就是我们的敌人。为了部落，为了部落。